凉死了。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湘赣交界的群山之中，这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闪闪的红星、朱德的扁担、井冈翠竹，这些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故事都与这里有关。究竟什么是井冈精神？这里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最野假期的队员们来到这里寻找答案。为了让队员们亲身感受红色革命的艰辛与不易，节目组专门设计了情景体验的任务方式。主持人摇身一变成了之前小队的队长，天刚蒙蒙亮就来布置任务刚刚接到上级的指示，现在前方的情况非常的紧急，急需物资补给。现在交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前方运送我们的补给物资。我们需要两个小队，乐言一队，肖恩一队。你们作为队长来选择一下，你们的路线是走大路还是走小路？小路吧。乐言选择走大路，肖恩你们走小路。你们走大路这一队呢，负责运送粮食和棉花，走小路的这一队要负责运送其他物资。在目的地，你们需要找到你们的接头人，接头暗号是布谷鸟的叫声。现在发给你们每队一份地图，通过这份地图你们就可以到达指定的位置。走大路的这一队在途中还需要找到我们的联络员，有一句接头的暗号你们一定要记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记住了吗？走小路的这一队要绕过哨卡，记住，你们运送的物资是前方最最急需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各自的物资，明白了吗？明白。你们这样太容易暴露了。现在，出发吧。路上注意安全。两支队伍即将出发，棉花、粮食、鸭子、鸡蛋和给伤员消毒用的酒精，这些正是当年根据地紧缺的物资。能否平安完好地将这些物资送到指定地点，就看队员们的表现了。先把哥们给抬出来，不然太复杂，不然抬的。哎呀，鸭子是爆的，咱先把酒精放在这里吧。我觉得咱们有点奇怪。两支小分队，乐言队走大路，路面平坦，但路线较长且物资较重，中途还是有路障。
肖恩队走小路，路途较短，但崎岖不平，需要越过深沟，绕过哨卡，涉水渡河。两队将物资送往相同的目的地，究竟谁能顺利完成任务呢？咱们先搞懂，如果这有桥的话，咱们往哪儿走才能走到这条路？咱先看一下前面有没有桥。那有桥，笑笑。地图在哪儿呀？看一下，先别接着。咱们都分好工啊，所以小灰灰，你来弄这个鸡蛋，这个我来背，这个我来拿。你是咱们的后备人，他一累了后你就换成你，出发。井冈山斗争时期，山上产粮少，部队吃粮存粮都需要自己下山去挑。挑粮上山成了红军一项经常性工作，挑粮小道多为羊肠小道，崎岖不平。在边界居民共同努力下，靠着自己的双手和扁担，肩挑背驮，把30多万斤粮食送进根据地。跟我走，咱们走慢点，让司机跟上，走慢点。司机往外走。别了，你又扛，你又走那么慢，走，行，我帮你再放一下。哎呀妈，这边点吧，那边米太多。这个还好多了。走小路的肖恩队边走边研究地图，究竟是不是这条路？前面有什么等着他们呢？肖恩，你说对了，这不就绕过来了吗？你们过来看，就现在咱们大概到这儿了，前面就要拐弯，又要到桥了。但是看这儿不是一直都是水吗？那咱们要进水了，待会儿。先做好心理准备啊。走吧，要进水啊！哎呀，走大路的乐言队虽然路面平坦，但满是岔路，这对队员们识别地图的能力可是不小的考验。口条，对，说走了。这的应该全是蜻蜓，好看吗？好漂亮。好了吗？大哥，等一下，我来背吧。你先帮我一下，把怀表也给我。没事，我来背。来，你最小。什么叫我最小？都一样啦。哦，你背不动给我啊。跟我走吧。咱们这是小路吧，不像大路啊。不是，这是咱们的。咱们好像走了他们的路。地图给我看看。这是大路，咱们离得近。咱们走的是这块，然后要从这儿走。好像就是这个弯曲，是对的，对的。这是弯弯曲曲的小路。我说小心点。路线终于确定了。可肩上的物资越走越沉，队员们交替轮换，相互扶持着努力前进。那我来吧，拿两个棉花。你拿了两个，你拿得起吗？这还拿不起啊！扛我肩上，好吧。走，红军比咱这辛苦100倍。走，加油啊！佩妮，加油，加油！肩扛了给我。好，那边有一群人，有可能有我们的接线员。那么多草丛，快走！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大概到哪儿了，前面要跳过去。小心啊！好动的鸭子，脆弱的鸡蛋，易碎的酒精，即将迎来第一次大考验。咱们也先找找路吧，不会。强悍，好，像我那样子走过来。笑笑，你先。咱们绕路吧，这边有一条路，可以从那块下去，然后呢，从那边到这块。好嘞，你上去。你们可以埋块石头。我知道那块能走，那块有个坡。小小眼睛过来了，不行，小灰灰。你先踩着那块石头下来。小灰灰，过来。加油，小灰灰，你最棒。哈，来。你真的下不来啊，这么高的坡。就慢一点，没事，我鼓起勇气一跳。哎呦，一个脚过去，现在再过去，对，我在踩这块，现在就上来了，摇摇，哎呦妈呀，来，好，拿过去，给我，哎呀妈呀，给我，别骑他脖子啊，抱，不是像婴儿那么抱，啊，完了，样子放在地上。哎，不让他跑了，拽他脖子。不会，给我。来，继续走。走。
过来，很快就到了。乐研队终于走上正路，别忘了还有联络员在等着你们呢。你在吗？把地图带给我看一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接头暗号可能每个人都能对得上，这对队员们是个不小的考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联络员呢？哎呀，大哥，我尴尬。来，你把这米兜里。星星之火，咱们去下一集看看吧。来，我来一袋吧，你，你拿这袋轻的。我走。来。什么？什么？要不要我来拎吧？我试一下。你拎。我试一下嘛，重在体验。你把这拎到那里就够了。你俩拿米，我指路。可以，走。那个爷爷，你能对付我们的一句话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您是我们的接线员吗？什么东西我没听懂。您是怎么知道的？我是以前看过毛泽东在井冈山写的。啊，你是后头。哎呀，舅舅。你喊谁舅舅的？哥哥，星星之火可以烈云，太好的，你等着来的。哦，我一旦采两个粮食，请你一老当我尽心。终于找到联络员了，可是又多了一大批物资，还有一辆难以操控的独轮车。队员们，加油吧！地图上，我这这地图被谁蹂躏的呀？我，你，就三，你放了你。呀耶！好吧，等我先。这个米比那个米还沉，这米不匀，这米多呀。走，一走，走。啊呀！加油，坚持就是胜利。走。这是小孩子无法完成的事情，往回走，这边走。等一下，等一下，应该前面那挂灯了的那一家，肯定是往那边走。回头看一看啊。咱们是从这走的，然后小桥弯弯曲曲的，只能到达这里，所以咱们可能现在是在这个位置。我很确定是，当时我们在那汇合的时候，他们坚持说往那边走，到现在他们还不往那边走。我觉得国一斌是错的，要去叫小虎回来。我去，咱俩一起去。不行，一个人去，另两个人守着粮食。让他守吧，他壮实，他壮实。我去吧，我去吧。你壮实，你在这守。你们俩去啊？我好不容易，你换我来。走走走，咱仨一起嘛，啊，咱俩一起。大哥，那边不要让他给淹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刚才研究了一趟地球，就是往前走。现在我们处在的地方是不是？对，终点在哪里？是不是在这儿？你之前是在我们的前面，你往这边走。啊，没时间，快快快快快快。很好，加油！好，哎，你看上面，我们现在就大概在这里了，咱们前面就要拐过拐弯到那边了。我们从这下水绕过去，下水呀、啊？对。成功越过深沟，物资完好无损的肖恩队迎来了更严峻的考验。我先下去，把他们看着在中间，明白吗？行。让他们就不会弄受伤或者丢了。知道了。慢点啊，小心！小心点，慢点。四秒钟，你直接从空瓶子快点，快点。咱们能站实了就站实。对。行。凉死了。啊，凉啊！水凉，咱们靠着这个边上走，小心啊！记住。你们两个就到在中间，没事，那是苔藓，这种绿色的东西叫苔藓，没事的，苔藓不咬人，苔藓不咬人，苔藓不咬人，苔藓是草本植物，它是不咬人的那种生物。咱们还是踩石头吧，有苔藓尽量不要踩，牙想下水了，抱好它，好吧，大家都原地休息一会儿。笑笑，你在这扶着，我上去看一下路啊。扶着，别往下。干啥？太沉了。
小灰，行了，没铺子。啊，我拎不上去了。你来去，我们一起。安全顶着，注意安全。三，注意安全。这样是肯定没用了。小恩呢？小恩，他是不是被抓了？他们在下面呢。哥，咱们就一起先研究。哎，没事吧？哇，咱们应该在这儿附近。然后我们在这儿。哎，我们先上岸再说吧。哎呀，小恩，嗯，走了，上去吧。啊！加油，小恩，加油！是我拉你，走。小恩，鸡蛋，让我。谁帮我一下子那什么门？快点，快点！另外一对眼镜快到了。哎呦！没有擦到哪里吧？情况，我好像没摔着。这是咱们开始的地方。咱们不是一直往这儿走吗？过桥，我们应该过桥。那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到了。怎么不帮他拿这个蛋呢？哎呀，鸭子要掉了。平时不争不抢、不多说话的吴世尧，始终牢牢地抱着调皮的鸭子。这种认真和负责，真是值得大家学习。哎呀，前面不扶着，我保持不了平衡。应该是这种，那这个看看吧。布姑娘，看上去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乐言队迫不及待地对上了暗号。我的腿呀！啊！这太重了。咋？啊！哎呀妈！你了？不是你呀、啊？这红领，这一顶，最好不要留下任何踪迹，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这个痕迹跑。你起来点啊！喂，这不浪费米吗？这叫浪费粮食。现在只能把它先搬上去，再把掉到地上的米再把它给塞进去。三二一。走，那袋小米，小米，赶快把小米都清了。走吧，快走，前线还需要呢。走吧。塞棉花。那边有个果娃，把这边拐点。走。宋乐言。哎，他们那边，小夏，小夏，布谷，布谷来了。我跑不到，我来拿这个，走，跑，我们快点跑。前面有个木架子，快，先移一下。完了，他们已经到了。遇到了传说中的路障，队员们没有片刻犹豫，看来已经完全进入实战状态了。他们已经到了，咱们输了。如果这个打完了，就知道我运送粮队进来了。我也发现我力气变大了，这个桥要小心，桥注意安全啊！佩姐，你在前面注意一下。好，一起叫布谷鸟叫声。布谷鸟叫。加速冲刺！走，他来了，可算等到你们了。王爷爷在吗？在呀、啊，我们去拉柱子。加油！这个拉筷子，动一下。耶！拿起手机摇一摇，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参与我的最野假期照片征集活动，你在假期的照片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还有丰富的礼品哦。一起叫布谷鸟叫声。
面对肖恩队的口令，接头人没有做出回应，难道他们的口令是错的？加速加速加速，冲刺冲刺，走，有人对口令了。口令是什么？布谷鸟的叫声。可算等到你们了。我们带了两袋棉花，两袋米。我们带了酒精、鸭子和鸡蛋。很感谢你们能够把这些物资运到这里来。这是什么地方？井冈山。对，到这里来进行这个任务是为什么？体验红军以前战斗的艰险，因为这是革命圣地，体验当时就是红军叔叔们运送粮食和那个打仗时的艰险过程。从现在往前倒几十年，就是在井冈山有无数的这样的小路，就是你们今天走过的这样的路。那个时候老百姓和战士们管这些路叫挑粮小道。在革命战争时期，如果在挑粮小道上被敌人发现了，那将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同时粮食运不进根据地，战士们没有粮吃，我们的根据地又就不能发展壮大，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就会被阻碍。你们做的就是当年革命军民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马上我们要去见一位爷爷，这位爷爷的爷爷，当年就是在井冈山上的英雄，我们去见他好吗？好。王爷爷在吗？在呀。哎，王爷爷好。哎，你好。我们孩子们今天都来了。王爷爷好。孩子们好。王爷爷，这是李奶奶。王爷爷。啊，小朋友好。来，孩子们这边。孩子们好。当年，红军战士，在咱们根据地生活的时候，都吃红米饭，所以，我先问问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吃白米饭，吃红米饭？红色是喜庆的，红色的是纪念那些军人的那个红色血。你们觉得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比较重是吧？王爷爷当年为什么吃红米饭？当因为当时井冈山的粮食比较缺乏，这个红米跟这个我们现在吃的这种粮食，它是一种比较粗糙的、比较精饱的粮食。李奶奶，正常一个人，比如说吃白米饭，吃两碗或三碗的话，他这个吃一碗就够了。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没有？红米是禾本科红糯稻的种人，井冈山的稻田多为山泉水灌溉，山泉水冬暖夏凉，山区日照短，气温低，一年只产一季稻谷，而适于这种环境生产的稻谷只有红糯稻，也就是红米。红米口感粗粒，不易消化。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粮食不足，这种当地生产的红米成了革命军民充饥果腹的主要食物。那现在吃顿红米饭，其实是回忆一下当时的日子，是一种这个精神的这个历练。孩子们，今天呢，来到王爷爷家了，那必然也是有任务的。两个队，一个队做竹筒红米饭，另外一个队包粽子。竹筒饭、红米饭、竹筒饭都想做竹筒饭。嗯，我原来跟我奶奶包过粽子，所以我想体验一下竹筒饭。包过粽子想体验新的。你看，我从来没吃过红米饭，更没吃过在竹筒里的红米饭，所以我特别想体验一下做红米饭的感觉。我有理由，因为我们澳大利亚没有竹子，所以我想用一下。王爷爷，您看啊，两边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您来决定一下。你们包粽子，你们去。耶！谢谢爷爷，谢谢爷爷。你们现在确定了一下吗？确定了。然后一会儿给他看看竹子就行。你们在做什么？竹筒饭。竹筒红米饭。我们首先要保证做出来的东西很干净，所以现在我们第一件事做什么？擦桌子和把桌子上的东西搬走。应该先是擦锅去吧。擦桌子，擦锅，洗碗，还有什么？准备。还有什么？洗头。去吧。
好难洗啊。井冈山革命时期，由于物资匮乏，遍地的竹子成了革命军民的好帮手。用竹筒做饭不仅味道清香，而且便于携带，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当然，做竹筒饭首先要把竹子锯成竹筒。那个锯竹子啊，我先锯一根给你看啊，可以吧？好。好大的锯，哇，好快！你看这。爷爷，嗯，让我自己试一下。不大，不大哈。让我自己。这块让我接吧。啊，你接，把脚踩到这里，踩到柱子，踩到柱子。好重嘛！一个每人几个那个容器？对呀，但是最开始锯的时候，是不是得先没容器？好。碗，啊，碗，差点碗都给碎。嗯。我刚才刷碗去了。嗯，小孩子，我教你包哈。这样子把它捻一下，这个拿筷子兜一下，这样把它一抽，这样子一搞，是吧？就出来了，这个粽子就出来了，是不是？对。这样子哈，你知道不？你看，你知道扎不？这样子扎，把这个锅扎到来。就那个米就不会跑出来，晓得吧？嗯，你扎紧来，它煮到就不会散掉。对呀、啊。嗯，把这里把这里剪掉，就这一个粽子就出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洗，来，过来，要这样把它把这样的擦掉，晓得吧？擦干净。带我来擦吧，你擦。拿紧哈，奶奶，接下来怎么盛呢？这样盛，嗯，不要太多了，太多了你盛不太满了哦，晓得吧？这个手跟这个手一捏是吧？捏了它就这样子凹过来，是吧？这样子就一个粽子就出来了，是不是？红军，以前能吃到粽子吗？每个人吃端午节那天只有吃一个。什么馅儿的粽子呀？那个时候就是白米啊，奶奶。以前红军都吃什么？吃野菜啊。野菜。嗯，他们能吃饱吗？不能吃饱，野菜都大家都摘完了咯，野菜都摘不到咯。原来红军的时候，一粒米都要留起来煮稀饭呢、啊，是不是要这样子？加油！加油！哦哦哦！有切好的吗？没有，这一根特难切。从林到原任我们放肆的玩耍，同一天空下让心放个假，隐形带月月没办法啊，加油东大大，努力东大大啊，可以直接拔下来吗？拿出来，拿出来一点。好了。对呀、啊。3、2、1，走。嗯、哦了。耶、啊、耶！ Yeah, 洗干净了。好了。我们去放米吧。别放米了。我成功了。奶奶，粽子来了。我做的好好啊。香。完美。拿起手机摇一摇，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参与我的最野假期照片征集活动，你在假期的照片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还有丰富的礼品哦。奶奶，你可以给咱们唱个歌听吗？奶奶唱个做军衔的好吧。嗯，岗山嘞，好呀嘛，好风光哎，毛衣也来了，变呀嘛变了样哎，红军大装
为革命呢，哦，为红军做些梦哎，你一针呐、啊，我一针呐、啊，我一针呐、啊，你一针呐、啊，我为红军做呀嘛做些梦，这个成功了。奶奶、哎，你刚才不说红军打仗做为革命吗？他们为什么要革命啊？为了大家过好日子嘛。哦，都洗，有，这些全洗完，这都洗完的。先倒一下，装米开始，千万不要浪费米。这好快啊，速度。去做五十个，我是黄的，我和肖恩都是蓝的，我的是绿色的。剩的米包在一个院子里，还可以做一个呢。我们把桌上的米粒全都搁在一个粽子里边了，这样还能做包子粽子。您在洗锅呀？啊，给你放好水来煮粽子哈。说火。您得把这个炉子变烫了，它才能烧起来火。嗯，是。不把这炉子变烫，它烧不出来啊。嗯。世界正老大啊，现在就出发，等到哪里哪里都是我的家，出生的野马，什么都不怕。那需要几分钟啊？30分钟。奶奶，粽子来了。好，放在这里。我给你们生好火来哈。亲手制作的竹筒红米饭和红军粽下锅了，队员们迎来了一段轻松的休闲时光。从凌晨一直忙碌的工作人员，终于也可以吃饭了。今天的工作餐可与平时不同。节目组专门订了大盆的野菜、红米饭等当年的红军饭，让大家也都借此机会经历一次生动直观的革命传统教育。小朋友亲自做的，咱们组做的米饭。王爷爷，他们今天做的这个竹筒饭和粽子，要是您和李奶奶打个分儿，最起码80分以上了。80分，那这个粽子呢？像按照我来比60分。60分，嗯，肯定也及格了。啊，及格了，60分就达到。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就没有，小孩子没有力气，扎不紧，没扎紧。孩子们。这个粽子呀，已经散了。现在谁愿意的话，可以稍微尝一尝。我尝一尝。我总感觉这个就跟粥似的。咱就看谁先迈。那想吃一个。我给你捏一点，我给你捏一点。那你刚才说。反正你按照我看。香。香对吧？香吧。好吃吧？小薇薇的味道是大众的，完美。今天上午咱们首先走了桥梁小道，对不对？对。送了什么？粮食红米。我们送了两袋棉花和两袋大米。红米。还有呢？我们送了一只鸭，还有酒精。送了这么多东西，到了我们的根据地，对不对？对。然后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根据地里面，又用自己通过桥梁小道送来的粮食做了什么？红米和粽子。红米饭和粽子，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一直在体验，在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根据地有革命军民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下面我们这个体验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会去一个地方，两组分别把自己做好的粽子还有
竹筒红米饭，要把它售卖出去，不是送，注意，不是送，是卖。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王爷爷家提供的材料，是有成本的，我们不是随便去送的，我们要把它卖出去，但卖要定一个合适的价格，不能乱要价。咱这个粽子值多少钱啊？每一个粽子的成本啊，差不多在2块钱左右，那一桶红米饭的成本也是2块钱左右。那么咱们卖5块钱，不，10块钱，买7块，5块够了，7块，也就是7块。7块太贵了，就5块吧，这样大家能接受。你3块少5毛，2.5块咱全场卖价。我买4块。我们那3块。不是，听我说，为什么我说2块呢？3块就卖不出去了。这样子可以卖出去吗？2.5块。孩子们，你们前几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希望你们下一个任务也能很出色的完成，好吗？好。有没有信心？有。离开之前要谢谢谁？王爷爷。小孩子听话哈，现在身份越来越好，也能吃不上粽子，现在你们享福了，有粽子吃了，是不是？嗯。下午的任务即将开始，队员们带着亲手制作的商品来到现场，不料井冈山的天气说变就变，刚刚还艳阳高照，转眼就大雨倾盆，大家只好先躲躲，盼着雨快点停。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呢位于四平东山脚下的殿上村，那我身后呢，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是新穗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的旧址。新穗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旧址位于四平东山脚下殿上村。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居民的日用必需品十分匮乏，为了保障生活，同时搞活根据地经济，1928年7月，区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公卖处，一方面收购群众家中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另一方面也将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出售给群众。今天呢，你们将在这里完成你们的任务，将你们亲手制作的物品出售出去，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们一共给你们设立了2个摊位，好，在各自的摊位把你们的物品售卖出去。好。来，咱们这还要写字啊！卖粽子，写卖粽子。啊！我不会写呀、啊，你写。啊！好，我们2元一个。婶婶，您看这是咱们自己做的米饭，也是咱们自己第一次出摊，能不能就是给咱们支持一下？就很便宜，就是5块钱一杯的。嗯，谢谢您啊，谢谢您。好，谢谢。你们自己做的呀？嗯，自己做的。啊，这个。行。2块钱一个，但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散钱。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顾客。干嘛？六块钱啊？怎么样啊？然后你正好也去买一个他们的竹筒饭，他们做的也很好吃。那边还有卖竹筒饭的，红米做的饭，红军吃过的米吗？哇，您这种做好还是回家了呀？哎，真的呀，我谢谢你了。太漂亮了。到这来我太有劲了。我在有您，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您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哎呀，真的谢谢你了，关了吧，真的去找去了，找了三个，小姐去找了，买一份，买两份，谢谢您，谢谢您。我们这边不卖粽子，我们这边是红米饭。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节目组特地从当地请来了2位能歌善舞的小伙伴，帮助2队队员售卖食物。你要用什么办法能卖出这个红米饭呢？
可以用唱歌或背诗的方法。你会唱歌吗？我会背诗。小妹妹要背诗了，加油！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深岩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好，姐姐，你们要买粽子吗？买粽子，2块钱一个，买一送一。还是红军吃过的。2块钱一个。我们上去，然后看看怎么说的。我可以啊。小石头要上庄呢，手里的中南呀，井冈山下种南瓜，种里的种南瓜呀，挖个坑呀，下个字呀，迢迢泉水泉水呀，仰望朝游日暮洒游，长长的一口的花儿像喇叭呀，吹吹打打解南瓜呀，吹吹哩个打的哟，解呀嘛解南瓜呀。这给我买两个吧，好吗？好。买两个。嗯，早点这一点钱是吗？来，剩下的呢？剩下的我们没有，我只挣了这么多。我们去换一下。红军吃过的粽子，红军吃过的粽子，50、60、70、80、90、90。我买两个是96吧？2块钱一个吗？啊，我买两个是多少呢？啊，96。哎，对不起，没了，是啊。拜拜。我们分了个南瓜汤，这些全包了好不好？我们卖光了。你们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这个超值价，我们赚了100块钱，有一层底，底下层底。拿起手机摇一摇，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参与我的最野假期照片征集活动，你在假期的照片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还有丰富的礼品。2块钱，两买两个来。那买两就买一送一。来，4个。只有两个了吗？两个。还有，没了，就这3个了。全包了好不好？好，谢谢。1、2、3、4、5、6、7、8、9、10、11。50，好，来。45元，45，1、2、3、4。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是，我们亲手做的。你们太厉害了，好，谢谢。我们卖光了，我们支持你。我们也不卖光了，人家全包了，人家全包。你们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再见，完成喽，完成喽，最后一百嘞！卖手镯啊，全新手镯，竹子款手镯，超新款。如果戴不下的，可以用首饰来为品。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新竹，闻起来味道特别香浓。香。所以这种是对迪赛有管用的一种小东西。这个3元一个，3元阿姨带不去。这个东西就3元，而且特别便宜，这是超值价。超值价呀！这个是超轻的，您可以闻到这里面是竹子味儿。那你拿回去当什么用的？
这个可以就是防鼻塞，防感冒。我也感觉您的头脑清醒多了，对不对？嗯，是是。谢谢。还没卖出去。亲手制作的产品售卖一空，大家奔走相告。只有小谷想到收拾摊位，看来他也有细心的一面。你们吃什么吧，给。来，石头，来给石头。谢谢。没谢。老板收拾一下，干嘛跑我们呢？等哥一会儿啊。红米饭那个南瓜汤。我们赚了100块钱，你们赚了多少钱？40块钱。那个粽子一个的成本就是2块钱。哎，我跟你们说，这个不算比赛，而且你知道吗？友谊才是第一，比赛才是第二。哎，各位，雷营长招呼我们了，霍营长，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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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米饭和这个粽子都卖完了吗？卖完了。顺利吗？顺利。只有两位新的小伙伴，给介绍一下啊。大家好，我叫刘云桥，我是井冈山红军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大家好，我叫王佳静，是井冈山实验小学4年级3班的一名学生。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我们这边就是有这么优良的传统啊。好，那现在你们两个队呢，乐言还有肖安，你们作为队长总结一下，你们刚才卖的东西一共卖了多少钱？卖了100块钱。100是吗？100整。你们太厉害了。肖安，你们呢？40。好，你们一共卖了40，你们一共卖了100啊！现在手里这些钱打算怎么使用或者怎么处理？交给王爷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这些材料都是他的，都是王，就是那个王爷爷的。小灰灰。我说是打算怎么了？因为王爷爷他很好，他会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100，这样的话要尊重，老人。你说对不对？干嘛你不尊重老人，老人很生气，不会那种，就是那个就会感觉那个很伤心。你说的这个尊重老人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好。好，世瑶你来说。因为他是老英雄的后代。好，没错啊。那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一天的体验，你们一定每个人的心里也都得到了很多的收获，对不对？写上你们每一个人名字的这个信封呢，装的140元钱，我一定会亲手转交给王爷爷，好不好？好。哎，这里面呢，既有你们的爱心，也有你们的孝心，对不对？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去向革命英雄致敬，来，出发。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嘿喽。井冈山革命时期历时2年0.4个月。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时期以吴若兰、张子清、王尔琢、王展成、王佐等为代表的48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在这里壮烈牺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撒下了胜利的种子，点燃了星星之火。一天的体验任务结束了，队员们的深切感受很难用言语表达。在主持人的带领下，队员们和节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向革命先烈们致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浪费了这么多，校园的环境会更加好一点。我觉得咱们应该帮助张老师实现这个。别耍帅了，干什么玩意儿？甩我！